我不理解，我真的不懂，这个小女孩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前面囚徒16:60多秒砸了2板，逼了闪现，她在我这转圈，我以为她要修我这台，我就让给她了。这个时候囚徒溜了过来，那就给她腾地方。那小女孩还在转圈，不知道在干嘛。那你修不修？你不修，我自己修算了。我扭头一看，还在这转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认出我了。那要是认出我了，那排位你好好打嘛。那我心想，这一台就这么一点鸡，那算了呗。最后一台鸡都快修完了，囚徒还没上挂过，击球手一直在跟着保。那你这又在干什么？这个时候还跑我身上来了，大哥，你压机我去救人呀，你快下去吧你。我把他踢走了，我希望他能去压机嘛。然后这个时候苏散过来拦我，天哪！我被抽刀了，苏散传走了。我真的不理解，苏散都来到脸上了，他还不走、哦、哎呀，我真的是醉了，到底在干嘛？这时候我就自己叫自愈了，不行，赶紧叫自愈，叫自愈我就给了个小豪，我就翻板加速远离你们。我真的害怕，我不懂这是什么队伍，我有点不理解。然后我开了门我就走了，我害怕。最后平局。